你好，我是孟老师，咱们开始吧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裙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裙子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衬衫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衬衫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裙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裤子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衬衫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裤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鞋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裙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衬衫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 T 恤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裤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鞋子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 T 恤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鞋子。这个女孩穿着什么？这个女孩穿着裙子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衬衫。我也穿着衬衫。这
个男孩穿着什么？这个男孩穿着 T 恤。这个男孩穿着什么？这个男孩穿着鞋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 T 恤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短裤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衬衫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短裤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裙子。这个男孩穿着什么？这个男孩穿着衬衫。这个女孩穿着什么？这个女孩穿着 T 恤。这个女孩穿着什么？这个女孩穿着裤子。这个女孩穿着什么？这个女孩穿着鞋子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衬衫。这个女孩穿着什么？这个女孩穿着裙子。这个男人穿着什么？这个男人穿着裤子。这个男人没有穿衬衫。这个女人穿着什么？这个女人穿着裙子。这个男孩穿着什么？这个男孩穿着衬衫。好了，这次的课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。